娇冷面，恐怖白发魔女现身了。一夜之间，青丝尽白。啊嗱嗱嗱，就唔系拍紧白发魔女，而系第四次改名，而家叫钟欣桐嘅阿娇。最近就同杨幂喺横店拍紧《古剑奇谭》咋。套嘢 cos 美美拍得住白狐啊！唯一唔似嘅就系唔再系胶样，难道咁好恐怖啦？不过好彩就系特技化妆嚟啫，一拍完几个助手就嗱嗱临帮佢卸妆。前日见到阿娇个素颜碌，就知佢拍呢套嘢好攰啦。